诸位，猜一猜，这位老人多大年纪了？七十？不对。八十？不对。告诉你吧，他已是一位百岁老人了。老先生名叫吴图南，是当今中国太极泰斗，德高望重。至今吴老先生仍是耳聪目明，背不驼，腰不弯。更令人赞叹的是，老先生的思路仍然敏捷非凡，每天写作不辍。当然，写作的大都是太极拳方面的学术著作。太极拳最一贯太极拳的气功，这个怎么样？就是这个第三个是和这个劲儿，这个东西啊，必须得通过不装逼。吴老先生正在给外国朋友讲解太极拳呢。那么吴老先生的长寿秘诀在何处呢？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吗？哦，这就是秘密所在了。正是老先生多年业余坚持太极拳运动，才使他老人家在百岁之时身体仍是这样硬朗。现代科学研究表明，动物的寿命应该是它的生长期的7到8倍，我们人应该都能生活在人世140年以上。然而，由于环境、心境、疾病等诸种因素的影响，多少年来，我们人类只能慨叹“人过70古来稀”。其实呢，我们人类自身内部还存在着许多抵抗诸种不利健康因素的潜在功能。